而家香港有一样嘢好缺乏嘅，叫 common sense。如果政府政策咧，时时都系用一啲好迂回、折曲、指鹿为马、偷换概念嘅方式嚟讲咧，就大家梗系唔明白啦。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唔可以话你唔明噶啦，好复杂噶，咁就唔讲啦，系咪 ？Hello， 大家好，有啦 ，Hello， 点解我唔明白？今日是2020年的12月7号我是阿 John。Sam 啊。是原来刚才落印错了。是啊今次。去了第二个地方。Take two 来的意思。Take two, 这样。那么,Billy 没来是正常的啦今天。是啦是啦。啊因为再来一连续两个礼拜 ,M 度是会死人的。太不健康。是啦。喝多少红枣水都没用。啊那么甚至乎是即是刚才说什么佢要嚟都唔俾系嘛？系嚟都唔俾啊！话明一个月一次啊嘛，黐线嘅真系。话嚟啊嚟啊！咁样咪咯？你当呢个咩地方？你冇我批准，你唔准出现咁样。限聚令啊！我讲咗啦。赶绝佢。限聚令啊嘛，唔俾过面，唔俾过底。我哋咁捻听话，唔会违反限聚令嘅。咁样。啊，最惨唔系喺度犯限聚令啊嘛。唔一齐走又唔系，一齐走落到去又俾黑警拉，每人啊，這樣喂几千蚊又唔抵啊！啊，好大压力噶嘛，依家呢件事。咁样好啦，咁啊，大家跟进一下一啲我哋一啲开心事先。我哋继续呢个 Viu TV 剧集票。系啦，吓男排女将，咁啊，今晚咧过咗15分钟咧就会播呢个第11集噶啦。系啊，咁啊，经已播咗一半啦。咁样，我好鍾意佢上啊唔系，我要澄清一下，我上个礼拜我哋噏错咗啲嘢嘅，我哋话佢嗰场即系嗰场丙组嘅资格赛系啦，丙组嘅资格赛，咁就我上个礼拜我因为我哋有嫌佢啊嘛，一节就完咗，我要忍佢哋喺度呢个怀忧丧志足足两节，吓好猛整啊嘛睇到，但其实嗰场波咧就一节半嘅，我睇翻。一節半咁樣啊，咁但係始終我都係覺得呢個一面倒嘅做法咧係唔理想嘅。同埋我覺得譬如當就算係輸波唔緊要嘅，我輸波係劇情之一嚟嘅。係嗰個過程係輸得太過唔現實啦。係即係你話曬都叫做參加呢個丙組嘅聯賽啦嚇，咁咧好多基本嘅嘢，譬如當主角企錯位呢啲，其實唔應該犯噶嘛。同埋你就算你第一下企错位，其实教练一定会有睇嘅。系、你唔会到开波嗰下你都企错位嘅。即系我系呢啲咁嘅细节嘢嘅话，即系你可以话屌吹毛求疵，但系其实你啱啱讲嘅呢一点咧、其实喺上个礼拜嘅剧情入边咧，系严重咗嘅呢个情况。你讲个比赛过程啊？犯嘅错系啦。上个礼拜嗰个第五至到第十集呢段期间咧，这个情况系严重咗嘅。我先讲我欣赏佢嗰个地方就係星期一嗰集一开始喂、大个仔啦全部。全部去咗大学啦。係啦全部都入咗大学啦咁样。咁啊呢个转变令我好即係其实呢啲剧情其实唔特别啦。係咪但係你喺好似你硬係呢觉得一有呢啲嘢呢你早知喺香港嘅电视剧入面呢就有呢啲。呢啲咁明快嘅节奏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吓，哇好日剧啊！同埋我觉得系舒服咗好多，就系佢哋唔使再着校服。系啱啊，系啊，佢哋舒服好多，自然好多，唔使再着中学校服咁样。咁上个礼拜就嗰个剧情就系继续就都系一啲，咦唔系？佢哋打咩啊 ？A 块系。上个礼拜的剧情嚟噶嘛？系啊系啊系哦，系啊，即系阿神队长同埋阿神两个练 A 块，系 A 块系啦，嗱就系呢一样啦。咁啊上个礼拜咁读咗大学啦，咁样啊，但系佢哋依然系继续练波啦，继续为紧嚟紧呢一年嘅丙组比赛作准备啦，咁样。咁啊佢哋就开始研究新嘅战术啦。除咗练开波啦，佢哋将咪摆四个屈臣氏蒸馏水，系啊，即系屈臣氏蒸馏水。广告嘢，广告嘢，真系广告嘢，广告嘢，广告嘢，吓咁样真系广告喎，咁样咁啊，乜嗱咪好咯，系呢啲几好啊，嗱几又有用，系因为呢啲即系开波
打水樽呢啲咁嘅訓練方法咧，係一定會有，即係你睇排球少年都會有呢個橋段嘅。哦 ，OK， 係啊，一定會有嘅嚇。所以呢啲你將屈臣氏呢個咁嘅叫做呢個廣告植入式廣告擺落去咧，其實好順理成章，係好舒服，好舒服嘅，係咁樣。咁啊，另外就係佢哋就要練新戰術啦，就叫做 A 快啦。快哥，我初頭我係聽到一頭霧水啦，當然係、A 快咁樣。咁啊，而呢一個隊中入邊嘅隊長 Tiger 啦，其實佢套戲入邊叫咩名我唔記得啦。另外就係嗰個阿神啦。就負責練呢個 A 塊啦，佢哋兩個都練得好投入、因為都覺得，哎，我終於可以攞分啦，攞分，攞分啦、終於可以喺隊波度作為一個得分，因為之前一直都係阿魚仔同阿傾啊嘛，咁、樣，咁誰不知練咗兩日，練到有啲成績咯，嚇、嘅時候，Steffy 突然間叫佢，你嘅 A 塊原來係我嚟擾敵嘅，係做有利啊。系啦，有力，但其實係咪通常都係會即係呢一招，因為我就咁聽，其實我唔係我覺得唔好 work 嘅。有嘅，經常出現添呢、這個，係因為你譬如當你一個二傳手咧，其實你作為一個敵人咧，你見到二傳手去升波咧，其實你要估佢升邊度噶嘛。哦 ，OK， 系你估佢升边度，所以你就要利用好多掩眼法咧，所谓嘅系即系扮杀波，其实就系可能系可能喺左边嘅或者系右边嘅，咁其实你可能要用好多掩眼法去令即系去扰乱对方拦网嗰个位置嘅吓、所以系呢个系必要嘅。系咁，但系嗱，又系嗰个问题啦。咁、当然啦，结果就系、是、即系一听到啊、原来我练 A 块啊，原来只系我嚟扰敌噶咋。系咁就当堂就觉得好冇瘾啦。咁样直至到佢终于揾到 A 块呢一个位置真正嗰个用途嘅时候、大家又终于又赢波啦。咁嘅意思啦。但系嗱，就系、是、呢、這个就又系呢一个情况啦。就好似我哋上我过嚟讲佢上个礼拜嗰场波咁样，输得太过太悬殊，因为嗰个比赛，因为其实佢哋呢几个呢、這个主力球员啊，呢几个主力球员，其实佢哋唔系未打过排球噶，你讲真人啊？唔系啊，即系喺个股市入边啦，佢哋唔系未打过排球啊，佢哋系打第二梯队噶嘛，佢哋喺长英唔系长英系嘛叫做系啊长英系咯长英，佢哋系打第二梯队噶嘛，即系其实佢哋系识打排球嘅，识所有战术先啦，系啦，即系估唔论劲与唔劲，起码基本个战术你会识先啦，系啦，起码即系佢唔系正选咁解啦，系嘛，即系佢哋打第二梯队咁。你正常你咪仲要系佢哋打第二梯队，唔系因为实力唔好啊，系因为矮啊。系啦，系啦。咁你正常喂，咁你讲到系，譬如你开波啊，嗱，即之前咪练开波啊，练一传啊，练 A 快啊，嗰啲，喂，点解你哋好似完全好似啱啱学？系咯，完全唔识。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有啲。即系你可以话系为咗个故事而去做呢样嘢，但其实如果你话真系好似成班啱啱学排球咁样走去练波，跟住之后仲要参加丙草联赛，其实呢个过程其实系唔合理嘅。系啊，完全唔合理嘅，系啊，即系你冇理由系唔明白，你作为副攻手，其实你真系唔系主要得分嘅来源嚟。系、其实你要明白，你打得呢个位置，你要明白你个。作用喺边度？你即系成队波系六个人，即系场里面六个人打。其实当然系有球员攞得多分啲，有球员系攞得少分啲。负责助攻啊，二传手系真系负责做二传，去好少得分嘅。做自由人嘅直头系净系负责防守嘅啫，系唔会有分攞嘅。系咁呢个系大家会好明白自己嘅岗位喺边度嘅，唔会咁样小学鸡话，屌你老母，我要攞分。唔系我净系我嚟打排球，我净系过嚟杀波嘅啫，咁样唔系啊！即系等于即系可能再往下阿鱼仔同埋阿，即系我唔记得叫咩名。阿倾，阿倾系阿倾，两个喺度即系又系小学鸡，都斗攞分咁样，或者系我唔锯你攞得多分过我嘅，其实你喺队波里面其实唔可能发生嘅。系唔系嗱呢一个咧就系譬如因为阿鱼仔本身唔系佢哋啲 friend 嚟嘅。系，佢哋成立咗呢个波先加入，系啦。咁你话有啲呢个唔合拍，我都仲可以觉得就算啦。虽然好细路仔啊，但系你有啲唔合拍，我都觉得唔紧要嘅。但系，哇！如果你因为嗱，譬如侧运咁样，佢
第一个礼拜咪教侧滚嘅，系啊，即系又系讲到侧滚呢个，你哋系完全唔识咁，系啊，系你家，即系你家方丈，系咩秘技嚟噶？吓咩失传咗嘅喺排球界，点解冇人识嘅？你哋呢度咁多人入边、嗯，即系你即系唔好讲到，即系因为佢表达出嚟嗰样嘢就系佢哋系完全未接触过呢样嘢，系吓。但系你练好一拳，喂，一拳嘅重要，屌，原来仲要讲啊，唔系嘛？即系如果你话从一开始就佢哋真系完全零啊，即系好似樱木咁样啊，好似樱木咁咧，就我觉得就合理好多。系啦，但系唔系啊嘛，曾经讲咗啦，即系长英梯队嚟嘅。系啊，基本嘅所有经验系啊，基本嘅所有嘅基本嘅技术啦，或者战术，其实你应该会系啊，应该要知咯咁样。唔系啊，原来系原来搞力图之后，你先至完。先至系正正式式去练，同埋正正式式去认识呢个战术，其实就有得有啲讲唔通嘅。不过你话为咗剧情推进嘅节奏，呢、這个就合理咯。但如果你话真系打个长英嘅，而家又好似又。初生 baby 学爬咁样又系啊，呢个我觉得系怪地嘅，令到件事好尴尬。即系嗱，因为我你变相嗰样嘢，其实佢点解会咁样铺排咧？因为其实佢这家就系假设观众系唔识打排球嘛，一定系系啦，一定佢就假设观众唔识打排球，佢想喺呢个剧入边，除咗佢讲即系讲呢个励志嘅故事之外，系啦，佢想推广排球，系啊。但推广台系啦，推广排球，但系我呢个方法就有点点多咗啲咯，系咪咁？我咪咁讲，多咗啲系咪做多咗啊？系啊，好尴尬啊！我觉得嗰个剧情，另外唔系，我咧又未必系做多嘅。譬如当可能我又攞翻排球少年嚟讲啊，其实佢四季加埋差唔多接近100集啦，系，其实佢中间有好多都系讲。话练开波嘅重要性啊，或者系二传嘅重要性、啊。哦，但系呢通常喺旁人把口讲噶嘛。会即系可能个主角想象啊，甚至可能系个教从教练把口讲出嚟、嗯，或者系可能第三者嘅个把口讲出嚟嘅。咁中间会渗咗好多，其实同男排女将嘅内容一样啊，渗好多战术上嘅讲解啊，系啊，训练时候点解会要？做呢个预约呢个动作咁样重要呢？预约系啊，即系去救波啊嘛，做预约呢个动作咁重要呢？其实都有讲，其实一样嘅，都系推广排球噶嘛，即系话俾你听。其实我睇排球少年之前，其实我对排球一无所知嘅，系睇完之后就哇，我好了解啦，系啦，就系因为呢个剧集或者呢个故仔系教咗我吓、嗯，我认识咗排球呢样嘢，系我谂系个出发点系接近嘅。嗯，我觉得亦都好事嚟嘅，不过睇下你用咩方法去介绍嘅啫。系，吓，同埋系另外嗰、那个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嚟嘅，就系、是我觉得 Steffi 作为一个教练嘅呢个角色咧，嗯，佢太过老练，明明佢第一次做队，明明佢第一次做教练，之前又未教过波，之前你会突然间觉得，咦？点解你咁？好佢好一个老练，因为可能我系我期望嘅，我期望你唔系一个，你系一个，跌跌撞撞我都系，系啦，即我 suppose 应该作为一个教练，你应该撞板，你系可能你都要喺呢个过程入边探索一下点样做一个教练噶嘛，但系佢又冇经历过呢个阶段咯。我两睇啦，譬如当即系我攞足球嚟做呢个例子啊，即系譬如当。有好多就好似三杉顺咁啊，年轻嘅领队兼队长，年轻嘅领队啦，譬如当佢可能啱啱退休就即刻出嚟教波，系有好多成功例子嘅，系嘛？啊，亦都当然有好多失败例子啦，系有好多成功例子嘅。其实你正等于 Stephen 咁样，佢可能真系第一次教，系佢、第一次已经好成功，因为本身佢一套已经有一套理念喺个脑度，系佢只不过将个理念付诸实行啫嘛。哦，个跌跌撞撞反而佢想摆喺个球员度咯，系因为如果你话。都阿 Steffi 都要利用跌跌撞撞利用教练去成长嘅话，可能会比较沉嗰啲啦。哦，咁、OK 嘅，即系如果你话第一次教就咁老练嘅话，咁都唔奇。你始终你打个港队咁耐，其实你有翻一定
仲要话咩咩传奇大取喎，系传奇大取吓，咁你有翻咁上一老年，我都合理嘅。更何况佢有另外一个 partner 拍住佢咧，阿石修个仔，阿石修石修个仔拍住，咁都你有人拍住就OK 嘅，系咁样。咁啊啱啱就上个礼拜就赢咗。第一场丙组赛事啦，系啊，都叫赢啦。咁中间虽然又系有啲赢咗菲亚，系啦，菲亚，唔系小小黄队未打嘅，小黄队今晚打。哦今晚打啊，系今晚先对小黄队，系咪啊？系咪啊？系啊，菲亚系啊，赢咗菲亚系啊。屌，嗰两个搞事噶嘛？吓，屌，啊唔系，输咗俾小黄队啦，因为系分组赛嚟嘅，今晚对菲亚讲错咗。今晚对菲亚是不是他输了他最俾个教练串嘛，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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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佢嚟紧应该会有佢系 Mirror 嘅人嚟嘅系嘛？佢 Era 嘅人，佢 Era 嘅人，佢 Era 嘅人嚟嘅系啦。哦，咁样唔系我谂系而家变咗鱼仔条线好睇啲咯。系啊，唔系我几系嘅嘅系嘅，佢系好佢好成功咁将阿 King 变咗做戆鸠仔咯。冇错，系啊，变咗我好捻憎阿 King 嘅角色。我系我就算我而家譬如当有时顺理成章睇埋全民造星咧，全民造星三有佢噶嘛，有阿 King 噶嘛。变咗眼咧，唔知系咪因为个角色影响到我，我眼系觉得对佢冇乜好感。唔系啊，上个礼拜佢哋个表演好出色啊，我觉得拎住个公仔唱歌、那個。哦，系好出色嘅，系好出色嘅。但系你始终唔系影响到我对佢嘅观感，真系真系对影系有绝对有影响。大镬啊！系啊，大所以我都我都预期可能播完呢个男排女将嘅大结局。就是呢个固定轩被抛出局的时候啦、啊。有啲网民咧帮佢改名叫固定嬲啊嘛。固定系啊，叫固定嬲。成日又喺嬲，成日嬲嘅喺个剧集里面，成日负责发脾气啊嘛。好捻烦咯，你见到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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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嗰个点解我会觉得佢成功令到阿 King 变咗个戆鸠仔咧？就系、是、譬如，因为你睇翻第一集。佢明明系一个，佢有一个带领者嘅角色啦，系佢似队长啦。系 suppose 佢系队长嘅。力图初初成立嘅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如就阿 King 做队长啦。系合理合理系啦，系因为佢想提升翻呢一个另外呢个人阿队长，我唔记得咗叫咩名。队长叫咩名？唔记得咗。阿领啊，系啊，系阿领系啦，阿领就为咗想提高翻阿领嘅责任感啊，嗯，所以先个队长俾佢做啫嘛，其实咁你，但系你剧情一路咁走落去嘅时候，阿 King 嗱，屌你阿妹，又中意争波打，小气系啊，小嬲猪系嘛，又即系你又就好似又乜捻嘢都唔识咁样，有眼镜嗱，斜譬如打斜线咁讲，大斜线，大斜线咁啊，我相信都唔系咩高深嘅，唔系高深，系难打。系、哎、我知道难打，系倒挂金钩，我都知难。但系我你点样都唔系你话俾人听你有倒挂咁，你会唔知噶嘛？唔系，其实咪又系嗰样嘢咯。玻璃抽射，屌你妈！你咪唔识咪又嗰样嘢咯。其实你基本呢啲系叫排球基本知识，其实你冇理由唔知咯。系又系要靠剧情去交代翻，去推广翻排球吓嗰、那个知识啫，纯粹都系。仲、啊、要系一落场，因为你譬如你一开始你阿 King 俾我个感觉，其实就好大智慧啊。系我 suppose 佢应该都系似大智慧咯，系啦，纯热血系啦，咁。到头来方你咪屌你咪，原来你先系樱木花道，屌闹交嘛咩，又要握手言和，因为斗脸手啊，点会同入樽嗰段剧情嘅勾样咯？屌你，咪就结果俾人停赛，系啊，变相我变咗好彩阿鱼仔嗰条线系叫做爽朗，系啊，爽朗啲变咗好睇好多，即系好青春好多啊，系咯，系啊，变咗青春好多啊，又有沟女剧情，系啊，好紧要啊，余香凝个妹啊。唔系，佢叫余洁莹啊，余洁莹，佢咪叫杨琼个妹，同石修个仔一样，冇名啊。嗱，咁但系嗱，咁你咪你问林文森，因为你始终你好难搞啊嘛，系一定比较啊嘛，嗯，
系嘛？嗱，我自问攞呢科，我系衰，我一定比较。比较系争啲啊，争啲。咁梗系啦，唔系你。都可爱嘅，唔系先入为主，咁一定中意余香凝噶啦，睇住佢大系咪先？咁啊，余敬都可爱，即系揾佢做得啱嘅青春咯，系系啊，即系同阿宇仔两个即系斗气冤家，欢喜冤家咁样，系之后两个一定一齐嘅，系啊，唔使审呢啲老土嘢嚟嘅，会唔会一个唔过阿King又沟捻咗 Sherry 咧？会冇啦，屌我唔中意佢，我唔中意阿King啊，系嘛，系啦，屌。真系惨啊！做主角咁样写到咁受咁古灵精怪，唔系我都合理嘅。你一般、啊、合理系啊，唔系其实当你入盲撑先依家日本动画又好，尤其是唔好话，尤其是日本动画啦，吓、啊、吓，其实好多主角都系你唔会讨好嘅，除咗悟空啦，唔系黐线嘅，你唔系，我举个例子，譬、啊、如当可能樱木花道唔讨好，几多有型啊？都 OK 啫嘛，花道，即系当打麻波嚟讲嘅。唔系，应话唔系唔讨好，唔系最受欢迎嗰、那个，未必系最受欢迎嗰、那个。即系譬如讲，可能我入樽嘅话，其实我中意三井寿啊嘛。你啱，系啊，或者一点你啱，或者悟空，或者系龙珠咁样。其实我中意比达同埋阿魔童啊嘛。喺往年嘅投票入边，比达通常都系赢孙悟空。跟住，譬如当可能进击的巨人咧，其实我好唔中意阿伦呢个角色嘅吓、啊。其实我咧系有呢个咁嘅特性喺度，就系想唔好将啲焦点摆晒喺主角度，系反而系利用配角去带出啲呢套剧嗰个吸引之处，我都 OK 嘅。咁系小智强系吸引过大智慧嘅，即系而家个系啊。其实我都唔中意大智慧呢个角色嘅，即系我中意三杉顺咯。系咁样咁样咯。嗱，因为。咁可能始终呢套剧咁，另外一个重点始终都会喺 Steffi 身上啦，咁样吓，因为我留意翻佢嗰啲片段咧、嗯，可能佢之后会落翻长打，应该可能讲佢系咩？系啊，系啊，嗰啲佢有一幕系佢打开咗个球场嗰道门啦，阿 Steffi 行入去之后，佢系班僆仔喺后边度同佢打气咯，反而系哦复出。佢好似系有咩？但系可能经验系嗰个系大结局嚟嘅咧，嗰一幕，跟住就完边赛，系啊，可能跟住就完边赛。